第十五省开始。啊，多谢啦，多谢啦。没没没啦，对，兄弟，兄弟在走。多谢多谢。啊，我唔知这是啥物所在，看拢无看过。你甲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啥物人住的所在啊？我哪会嘛无看过？这就是博学罗志勇的住的所在啊。啊，我厝你嘛买，你的厝你也买，啊，你是要做倒去？啊！你嘛无甲我讲，一开始甲我带这有钱人吼，就啊乱乱说，啊我就无爱甲伊那哩摇摆摇摆，我看着就无介意。啊！你即马佫甲我讲要甲我结婚，啊我嘛无法度甲你拒绝啊！啊我上好我嘛会使接受尔尔。哎呀，讲真的啦，我是想要甲你娶啦，但是吼、哦、我无钱，我唔知要当怎做。这无做种只要有钱，啊就来个国强一个啊，敢知？毕竟毕竟不当做，啊？我会提供呗，你讲两个有一个人才会在永远做伙啊，啊，不过阮两个就是较有学历的人，常常都袂使永远幸福做伙，啊是要安怎？袂要紧啊，我爱你，你嘛爱我，啊，即摆是啥物问题？无钱嘛？问题就是我常常看你甲我开这钱买珠宝，啊，我无介意看你安尼。我相信你到最后无法度负担遮，啊，你就会破产。我无爱安尼，好无？袂要紧啊，但是我有迄这个头脑啊，想无想无，嘿，我就按道理上，你敢知？啊？我知我在讲啥，不过你看这石头这大粒，啊，这贵，我是要安怎？你讲。我咧讲生肖，我嘛是真正敢那这足贵，啊，就石头安尼这贵，但是哦。老爷，